陈哲宁，抱着我什么意思？你放开，沈安宁，你太过分了。知道我找你多久吗？你躲什么躲啊？我知道我喝醉了去长盛找你，是你把我送回家的。那天在游乐园搬公仔的人就是你，你心里就是有我的，为什么一直故意躲着我？还没完，等我说完。咖啡厅我去不是要和你分手的，我连戒指都带来了，我以为你会和我和好，可是你却提出了分手。那天晚上下着雨呢，你不想把车停在我的前面，你宁愿看着我和别人一起走。这就是你说的你要和我断干净，你心里就是放不下我。是没错，我也很虚伪，我不知道说什么，我和你之间根本就不是三言两语的抱歉能说清楚。但是我现在想跟你说，我很爱你。小姐，我以后再也不会了。相信我，我们之间的问题一定能解决。从现在起，给彼此一个机会，让我们一起面对它。不可能，你来这干嘛呀？你写了？嗯，写了。你写的什么？写了秘密。在哪儿呢？好了。每天都有吃完的汉堡。是，每天都有吃完汉堡啊，差不多。嗯，好了好了，这就是秘密，不能看了。走。
爸，你别生气，哥他也是想让你开心嘛。你别说了，我心里有数。其实有件事我一直特别想问你。你说。你跟那个姓郝的是不是你有答应过做他女朋友？我什么时候做他女朋友啦？就是那天晚上你俩从家里走了出来，我还亲眼看见你们俩抱在一起。你监视我啊？我和郝思远，我要给你试试，我们就是这样的，啊，朋友之间的拥抱啊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啊。对呀，我发现你对我一点都不信任，这不像你啊。不，不是这样的。喂，萌萌，怎么了？喂，哥，我想起来了，当年爸车祸的时候。他当时是踩刹车的，但是并没有减速。爸怕车子失控，所以猛打方向盘，撞到旁边的水泥。所以，车祸并不应该是因为那个孔明灯，可能是因为刹车失灵。你确定吗？我确定。好，等我回来。怎么了？萌萌。什么事儿啊？萌萌说我爸的车祸可能不是因为你们，而是因为刹车失灵。什么意思啊？萌萌在电话里也没多说，详细的情况可能要等回去后再问他。当年的车祸报告是有说车祸可能是因为孔明灯引起的，但不排除是因为驾驶员操控失误。这么多年来我一直以为是因为我跟我爸吵架影响到了他的心情，导致了那辆车祸。但我在想，我爸开了这么多年的车，不至于因为一盏孔明灯就引起这么严重的车祸。啊，明天我们回去把情况弄清楚。也好。齐福亭这么灵啊，这么快就成一对了。刘娘，这次长盛蔬菜基地的转让价给我看了，我觉得不是很合理。你付出那么多的心血。是的，等长盛的资金回流了再把它买回来。阿姨，哎，天天起来啦！哎啊，我今天给你做梅菜扣肉，怎么样？哎呦，谢谢阿姨。嗯，那今天我吃不上了，我准备推翻回去了。还有那个104的客人啊，跟我一起推了。姐开心结了，是不是那个104的客人给你解开了？行了行了，哎呀，行了，我都看见了，你们昨天晚上又手拉着手回来的。哎呦，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啊，你们年轻人就应该多谈几次恋爱。不不不，一次就够了。哎呀，我以前只是听说，没想到这个祈福亭真的这么灵。我改天啊，得跟我们家双双去祈福一个。双双哪用呀？他不是。他
怎么了？他好呀，生生他很优秀，然后人也可爱，长得好看，肯定很多人追他呀。不，是吗？嗯，我怎么没看出来？阿姨，你千万别担心双双啊！你放心吧，我收拾东西去了啊。哎，行行，快去吧。谢谢阿姨，去吧去吧。阿姨，我们俩是出差的时候碰到了，我们两个人也是相互放不下彼此。阿姨，您放心吧，我一定会好好的爱护浅浅，您担心的事儿都不会发生。妈，柠檬刚想起来，老盛总的车祸是因为刹车出现了问题。但是刹车为什么会失灵，我们现在还不知道，我们会继续调查。但可以确定的是，不是因为孔明灯，所以你担心的事情根本就不存在了。我就是要和卓林在一起，你要相信我们。小盛，真对不起啊，以前跟你说了那么严重的话。阿姨，对我有什么要求，你尽管说，我都会努力做到。谢谢你，谢谢你能体谅一个做母亲的心。钱的事儿就别往心里去了。妈，知道你在担心我，保护我，但是你真的不能替我的人生做选择、做决定。我非常清楚自己想要什么，也会承担自己选择后的结果，请你相信我。其实这些天我也吃不好，我也睡不着的，我一直在想我这么做到底是对还是错。不过今天看到你俩这样，我知道我做错了。小浅，妈再一次给你保证，以后你感情上的事情妈绝对不会再干涉。哎，他这话我听过不下十遍了。哎，你这好了好了，这件事儿就此打住，但是你得补偿我。哎，我想吃油爆虾，还有爆炒蛏子。你说你这孩子的脑子，那你也得问问人小盛想吃什么，你不光你吃。嗯，他想吃什么，我就想吃什么。好，油爆虾，蛏子。看着我们俩干啥？